你说我的闺女从小到大我都不敢试东西指头啊，哎呀，她气死我了。行了行了，你别哭了，你妈给你找钱。走出来。老头子，你在哪儿啊？试菠菜？哎呀，你试什么菠菜？那闺女叫人家打了，那个脸啊肿得和那猪头一样，还有心思试菠菜？啊？还能是说？那个好女婿呗，这就是你今天怨他好好好啊，这招你看看，把那闺女打的，赶快回来，再全家去找他报仇去，快点啊！好，行了，闺女，别哭了，一会儿咱去找他去啊。嗯，闺女，在这坐着，不用委屈了，一会儿啊，再去找他算账去啊。嗯，你等。我去倒两根棍子，再背的哈。嗯。嗯，这边不错，行的。这边也行。姑娘。你看妈刀咋管怎么样？妈就得用这个，只要他敲你，自找份的大石头。我打不死他，我也得给你打两口腿，我这刀啊！欺负我的闺女还？行了，别哭了。妈，哎呀，少动这个少拖台的他，把我闺女打的这么样，咋还敢来呀？闺女，你在这给我等等哈，看你妈拿不去收拾他。哎呀嘞！妈，我小东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小东啊！你咋那么的了？出车祸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你快扶扶我，我撑不住了。哎呦我的天，你慢点！哎呦我的个天嘞，这到底哪么的了？这是？哎呀呀呀，慢点！慢慢的。闺女，起来，倒茶。行了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补。啊！小东啊！啊！这到底是哪么回事？哎呀，比出车祸还严重！比出车祸还严重？啊！那这哪么摸的？那你这这什么意思啊？说话啊！那闺娘打的。哎呀，闺娘，这真是你打的？你这下手也狠了点吧？你这干什么给他打的怎么样啊？我这个棍子，哎呦我的妈，出闪避，干活的时候没那么多劲儿，这追我的时候往死里干我呀，噼里啪啦的，哎呀，烫死我了。啊妈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那么恁咋都为什么事打的这么样？妈，你听我跟你说说哈，你给俺评评这个理儿。本来说好了今天中午吃大螃蟹大龙虾，结果回来之后两袖空空，你说他买哪去了？这我常常逼问下给我成瘾了，买给亲女友了。这么大的龙虾，这么大的螃蟹，买给亲女友了。你说他活不活该？活不活该？小东，是这么回事儿？妈，你听着那胡说。螃蟹打龙虾，确实是这么回事儿，但是没有他说的那么大。这螃蟹也就
这么大的手吧？那虾就这么大，哪有它长得这么大？哎呀，主要是因为什么呢？前女友吧，她离婚了，然后还带个孩子，然后她小孩吧有病，我在走到半路正好撞见她了，我一看她挺可怜的，我寻思帮帮她吧，她倒好，把我一顿骂，还说俺俩要旧情复燃。还说那黑子就是我的，哎呀，太惨了！哈哈哈哈弄了半天，那两个人就为这么大点事儿能打到这么样啊？行，我也看了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那俩点事儿能自己解决吧？我这当妈的管不了了。哎，妈，你别不管啊！妈，妈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事儿我跟你没有玩儿，还敢跑到俺家来？你给我开打吧你！